想念头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问题啊？就我光知道牵手，不知道怎么用。虽然这个牵手很简单，但是不知道怎么用。它的寓意在于什么？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网络之术，比如说，擒拿是吧？擒拿手啊，金丝长袜啊，这是一种。然后，假如对方力量很大的时候，你有时候很难拿到别人，对吧？对。啊，包括你那个手抓我啊，有很多这样的方式，包括再拿手反过来啊，有很多这样的形式。但是，咏春呢，就相对于简单明了啊，你抓住我的手的时候。